新北中心的老大厅举行着庆祝父亲节的活动，以大来弹唱着老歌，互现场民众听甲真入迷。你上过的主题是这无忧的美好人生，嘛特别借有的影片甲罕见病友现身说法，选择着 ACP， 也就是预立医疗的签署。能不能有一种选择是可以让我们可以有尊严的，在等出来一生的健康时候，那可以比较轻松的、比较愉快的，甚至是和家人一种相处之下，然后安稳的离开这个世界上的。吉米病院副院长田宇峰就讲，父亲在主要是感染爸爸的辛苦之外，嘛顺势选择着预立医疗的签署，希望讲民众伫面对疾病无法度来治疗时阵，会当家己决定离开的方式，提早准备，到时特别恐慌。主要是我们在我们清醒的时候呢，可以决定自己人生终点的时候该怎么做个结束，那不要再因为这些无谓的医疗或是无效的医疗来受罪。有很多来的罕病儿。那他们是一群非常辛苦的一个特殊的族群，那医院在照顾罕病的这一块是投注非常多的心力，那今天他们也特别现身说法来告诉大家，他们如果做这样个 ACP 的决定。伊选择活动现场嘛，搭配几啊项的趣味游戏，透过着游戏会当让民众了解着预立医疗的精神甲内容。场面是老街个温馨。南天新闻台以下，殷空采访报道。